We will pay homage to the Buddha by reciting Namo Tassa three times.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讨论静心觉知。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谈过，我们需要培养起觉知。三个星期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觉知，今天我们继续讨论第三个觉知，就是静心觉知。让静心觉知升起的总共有十一种情况。第一， Abhaya Laya Pajavikanata， 审视恶道的恐怖或者是恶道的危险，也就是当我们投身到四恶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禅修。其实我们都曾经很多次投身到四恶趣，所以我们在投身到畜生界或者是恶鬼道、阿修罗道，甚至是地狱道众生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修学戒定慧三学。其实实际上我们可以是看到很多动物在我们四周围，虽然他们跟我们一样住在寺院，跟人很靠近，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理解佛法，他们没有佛法的知识，也没有办法禅修。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如此省思四恶趣的这个危险或者是恐怖的话，这也可以成为激发静心的力量，也就是通过如此省思，我们就会升起悚惧意识。如果我们有这悚惧意识的升起，我们就会有静心力，我们就会继续我们的修行。所以在时不时我们需要审视思维四恶趣所带来的苦。不只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省思此生或者是在轮回中投生的这些苦，在此生或者是在轮回中，因为有投生就会有病老死的苦。不只是如此，我们还可以省思在现在这个时代要维持生活的带来的苦。我们需要赚钱来谋生，因为要谋生的缘故需要挣扎，这是苦。我们需要省思这一切都是苦。同样的，我们有过去的苦、未来的苦，还有现在在轮回的苦。通过如此审视，我们就会有精进力，我们也会升起悚惧意识，再加强我们的精进力，因而导致精进觉知升起是阿尼桑萨达萨维达，见到精进将会带来的利益，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很关键。作为凡夫，我们都必然在轮回中投生，如果我们很努力去尝试努力，我们也可以体证佛果。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懈怠的人
他不能有任何成就，即使世间要赚取钱财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见到精进将会带来的利益，比如说要赚钱，如果付出努力就可以赚更多钱，但是如果说懒散的话就不能赚到钱。同样的，受教育也是，如果懒散的人、懈怠的人都得不到知识。所以任由我们如果有任何的愿望都要付出努力，有时候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却没有付出努力的话，就像因为残障人士不能顺利的活动，所以呢，我们需要有精进力，需要付出恰当的努力。如果知道它的利益，我们必然会如此做。同样的，如果我们有精进力，我们能够付出努力，无论我们想要获得什么，我们都可以达到。第三，导致精进觉知升起时 ，gamana viti paccavaganata， 就是审视这道途，也就是将会走上的这条路。所以针对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无论佛陀、独觉佛或者是诸佛弟子，都曾经走过这条道路，也就是八支声道。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不曾懈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了解八声道或者是三学这条道路将会是我们走上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了解。如果说我们想要成就高的成就，我们需要付出很强的努力，至少我们有自己的愿力目标，未来我想要达到什么，至少最近的未来我想要得到什么。也许有时候我们想的太远的未来，比如说想要体证禅啊、体证涅槃，也许这个目标太远了。尤其是如果是禅初学者的话，刚刚开始禅修，应该先做短暂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当开始禅修、开始专注气息的时候，至少要设立一个目标，希望得到禅相，这个是最短的目标。如果说涅槃的话，这个是最远的目标。所以作为初学者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心愿应该单纯一点，比如说能够专注气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再进一步可以发愿，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禅相专注久一点等等。简要来说，通过行思这条修行道路，我们将要走上的这条道路，我们就会升起精进心。如果我们要走很远的道途，我们需要维持自己的体力，所以这也是其中一点我们需要留意的。第四，导致精进觉知升起时，宾的巴达巴加耶那达，恭敬的接收钵食，钵食是对钵食恭敬。针对恭敬钵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思，施主们都不是我们的亲属，也不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工人，他们只是施主。针对这一点，有阿扬弥巴尊者这个典故。阿扬弥巴尊者呢，是一位头陀行者，也是林野住者，哈兰诺住者。他是一位很好的禅修者，
但是他却还没有提升任何过人法。那有一天他去村里边托钵，在这个小村子里面有一家人，在这家人里边只有一位母亲和他的女儿。有一天阿亚弥丹尊者呢去托钵，来到这家门前，还没有到这家门前呢，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女儿，当你的兄长来到的时候，就把这个好的食物供应给他，比如说酥油、奶油、酥油、糖、糖浆、蜂蜜等等，把这些美味的食物供养给你的兄长。这边讲的兄长指的就是这位阿亚米达尊者了。那如果供养够啊，女儿你才吃下。那时候女儿就问她的母亲，那母亲你吃什么呢？母亲回答说，我已经吃了昨天剩下的食物，我已经吃了昨晚剩下的食物。当门外的阿亚米达尊者听到过后，他说，哇，这个是很伟大的，如果我没有体证阿拉汉的话，我不应该接受这种食物。结果他回到自己的寺院禅修，然后真的体证阿拉汉了，再回到家里来托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修行好的话，我们也正在尊重我们的钵时，尊重我们的师傅们。所以在这边谈到宾的巴的巴加耶那巴，也就是我们要需要以修习三学戒定慧来恭敬我们的师祖们。这不只是比丘，乃至禅修者也是，因为禅修者们呢，在禅林也是由师祖们供养食物。第五，导致精进升起呢，精进觉知升起是。大呀加马哈达达加维甘纳巴，大呀加是基层，或者是遗产，这也是很关键，就是遗产的这个伟大。为什么呢？所谓遗产有各类，各种各类。这边就谈到以气生财。依据佛陀的教导，七生财作为这个遗产。所谓七生财是信心、戒德、惭愧、闻、施或者是舍、慧。这些都是属于真实。生解生财，这个是佛陀教导里面、佛陀教法里边提到的。所以呢，作为一位恶劣的儿子啊，是不能继承这种遗产的，这些佛陀的遗产。同样的，当我们谈到心这种财、生财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很强的信心，我们就会跟精进更好的修行。但是如果信心很劣等的话，无论我们的戒、我们的定、我们的智慧都是属于劣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修学戒定慧三学的话，我们需要有很强的信心，或者是很殊胜的信心。就像大家所知道，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很有信心呢？怎么证明呢？证明自己有信心，就是能够遵循佛陀的教导，然后呢，没有任何借口，一心修学三学。这边讲的借口是，比如说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要修学所佛所教的所有的法呢？或者是有一些借口说我们是否需要遵守所有的
戒律呢？或者是禅修的人是否需要辨识所有的明法和说法呢？有各种各类的问题或者是借口，一般人都喜欢捷径简要的方式。实际上，当我们真正要修行的时候，是没有捷径的，必须修学所有佛陀教法里面的内容。所以，简要来说，这边说的审思遗产的伟大，如果我们想要成为阿拉罕，阿拉罕是很伟大的；如果想要提升三果、恶果、初果，也是都是很伟大的这些遗产。如果连这个遗产也不恭敬的话，不恭敬三学。或者是不修学三学，不恭敬的修学三学的话，就不可能提证。所以我们需要先知道我们将要获得的这个遗产是多么的伟大。第六，导致精进觉知升起的事情是神 Satu Mahata Bhajavikana 神是导师的伟大。这边指的导师是指佛陀，所以佛陀是非常伟大的，也非常名声非常大。即使刚开始出生，已经是很出名。他年轻的时候。能够住在很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却可以出家。出家的时候名声也很大。那当佛陀证悟的时候，成佛也是非常出名的。当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初转法轮，就是转法轮经，也就是佛陀开始第一次向五位比丘说法施教。那这也是很闻名的一件事。过后，当他在第七个瓦萨上到天界，开始阿毗达摩法。这也是很铭文的一天师。当开示完毕，从天上下回人间的时候，这也是很著名的事件。过后，佛陀。最后一个瓦萨结束后，在竹林精舍结束完最后一个瓦萨，他回去了舍离城。那时候佛陀就舍弃了他的寿命维持，所以事件也是很著名。最后佛陀入涅槃，也就是。佛陀的最后一刻也是很显赫，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成就如此伟大的事件，所以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老师、导师的伟大。有时候我们，谈起我们的老师很多，比如说从这个老师，从那个老师学了什么东西，学了这个，学了那个，无论老师是怎么样，关键是我们需要提升自己，如此才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第七，能够导致精进觉知升起是加迪马哈达巴提维卡达，要审视。种心之伟大，
这边讲的种性是指佛陀的种性，我们都是佛陀的种性。在这一边，我们虽然说是种性，真正来说是从修行而来。如果没有修，就不可能是殊胜的种性。所有优等的素质、好的素质，都是从修习而来，从善习而来。如果说我们有劣等的清净力，就有劣等的种性。当我们的清净力是殊胜的，我们就是殊胜的种性。所以，这殊胜的种性是从我们的清净力而来。第八，导致清净觉知升起是 Sabrahmacari Mahata Pajavekana。Sabrahmacari 是同伴行者，Mahata 是大，Pajavekana 是审视，审视同伴行者的伟大，比如说舍利弗尊者等等。舍利弗尊者的确是很伟大的人，在同伴行者、同修者之间，舍利弗尊者也是其一。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像舍利弗尊者这般伟大，我们需要付出努力。第九，导致精进觉知升起是 Usita Pokala Parivartanatta，远离懈怠的人。在这一点，老师需要讲的稍微清楚一点。如果说我们花时间谈一些没有意义的课题，或者是花时间到处走，没有修行，同样的批评、投诉，很做其他除了禅修以外的事情，这一些都是可以成为懒惰的借口。此外，比如说出外游行，在旅途中，如果说我们旅途前我们需要准备，我们就没有禅修，我们只花时间做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也是可以成为懒惰的借口，不禅修的借口。生病也是，像生病的时候就有很多借口。如果我们有很多这类的借口，就不能好好禅修。生病好了，也可以有这个借口不禅修啊。我刚病好，身体很弱啊，不能禅修。同样的，如果有很多活动、很多责任、很多工作的话，也可以成为借口不禅修。比如说，做了很多工作，或是很繁重的工作过后，就有休息时间，就觉得应该休息，不是禅修。同样的，饥荒或者食物不足够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借口不禅修，都成为懒惰的基础。但是相反的，它也是可以成为精进的原因，就看我们的心态。比如说，去旅途、去旅行，我们还想到，哎，如果说要在旅途中很难禅修，所以旅途前我要精进禅修。还有生病的时候，哦，生病升起恐惧意识，应该更加禅修，更加努力禅修。这个就看我们怎么去，什么心态去接受这种事情。所以简要来说，如果懒惰的人会给很多借口不禅修，这类的人我们需要远离。第十，导致静心觉知身体是 Arata Virya Pokala Sevanata，清净进取的人。也就是，无论我们
要禅修，我们需要心经，有精群，有精进的人，也许他们会遇到困难，但是他们还是精进禅修。如果遇到这种人，将会给我们进步，就会给我们带来，让我们更容易进步。精进其实不容易，因为需要花出努力去克服不伤心，甚至要努力来才能够获得伤心升起。所以，为了克服或者是放弃、舍弃这种不伤的法，其实不容易。要获得更多的善心，更多的功德也不容易，所以需要努力，需要精进，才能够获得。此一导致精进也之升起的。啊，对不起，还没有之前，就是心。无论我们在旅途或者病中、忙碌或是饥荒等，都应该修行。这个是精进。第十一导致精进升起的是觉一增长，精进觉知，也就是我们的心要倾向于，要努力。所以，我们时常要有这个精进力，时常有这个心去禅修，在实际上有很多经典、很多书本都谈这个精进。在听闻这些开示或者是书本，我们就可以升起精进力，或者是回忆曾经听过的开示，我们也会精进。所以这也叫做达达利姆达达，就是心倾向于精进觉知或者觉意、精进觉知的增长。另外一组是十一种事情能够令喜觉知升起，喜觉知 BD，当三波讲的，所以总共有十一种事情可以导致喜觉知升起。其实，当我们要讨论的话，其实内容有很多，但是在这边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了解。老师的声音听不见了，请大家稍等。其实是一种喜觉知，有些内容是迟些会跟大家讲的，比如说佛随念、法随念、生随念、见随念、思随念、见随念，或者是天界投身天界的数字的一念，upasamana sati 即止随念的七者呢，将会迟一些跟大家讲解。为什么呢？这七种随念都会将接下来谈十种随念的业处的时候详细解说。在这边要谈喜觉知的培养的原因，第八就是 dukkha pukkhala parivartanatta，远离恶人。这边讲的恶人呢，就是
很粗俗的人，或者是很粗野的人，但是它内容是很多负面思维的人。不止如此，他也不尊重别人的德行，就是这边讲的恶人，也就是他们不懂得尊重他人，他们也很傲慢。也就是不能跟他们讨论法的这类的人叫做恶人，这边讲恶人。比如说，有时候有些禅修者，他们不想听佛陀给的修行指示，他也不想从任何老师听取这些指示，他们只是依他们所愿而修行，他们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修行罢了。遇到这种人，我们不会升起逼地，不会升起喜，也就是不能跟他们接近，他们就不能升起喜觉之。第九，Sinida Bhukala Sevanada，清净文雅之人，也就是这类人，很多正能量、正的思维模式、正回的思考，他们尊重别人的德行，他们很有礼貌、很谦虚，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讨论法。这类的人叫做 Sinidabhukala 文雅之人。不止如此，第十，保持喜觉之升起是 Asadaniya Sutanda Acharyakanata 审视能够激发信心的这些经典。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依持究竟哪一些经典可以导致我们欢喜心升起的？什么经典会让我们读了过后升起信心？在这一点上，就看个人的性格。有些人，我们越有时候我们阅读呀，佛陀或巴利原点，比如说老师。当老师感到有时候，比较没有力的时候，比较纳闷的时候，老师有时候阅读上班加纳开始阅读这个长部的这个戒蕴品的这个内容。有时候老师在巴利教理学呢，老师会去重复阅读这原点的这一部经，有时候他对学习没有感到不开心的时候，他也去阅读他这一部经。他通过如此，让他的信心再次升起。同样的，在这一点上，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阅读一些书本，以便能够激发起信心，因此喜觉知也会随着升起。第十一，达达蒂姆达，这个是心相宜，或者是觉一喜。这边讲的心相是，在思维于任何时候，心都倾向于喜，这是喜觉之升起的原因。另外一个是，让清暗觉知升起的事情，了解什么是清暗不杀的，这也是一种心的宿之之业，让心更安稳、更平稳。它相反的就是躁动或者是调取了。当心很平静、平稳的时候，心就很平静。当我们的心躁动，或者是有任何烦恼升起，心就不再平静。另外，就是当我们有担心、有焦虑的时候，我们心就不平静。有时候，我们虽然很累，
但是心有时候也会很平静，这就是，所以当平静升起的时候，烦恼就会平息。从这边我们就知道，烦恼让我们的心不平稳了。所以，当有这个平静，也就是清安的时候，我们心就会更平稳。是哪七种事情导致清安觉知升起呢？一个是受用舒适的食物，好的食物能够让我们清安；第二就是气候。当气候宜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清安平静。第三，所以这三种因素令清安觉知升起。对不起，老师的声音又停了，请大家稍等。那么，如果说我们很身体强壮的话，我们可以适宜任何的天气，我们也可以保持任何的位移，可以行很久、立很久、坐很久，就没有问题。所以，针对这三点呢，针对食物、气候和位移的话，还有一些例外可以帮让我们的心清安平静，就是看我们的身体状态的一些情况。第四种因事情导致清安升起的，就是力行中道或者是重用加行。这也是指对不起，刚才一些技术问题。第四是 Majjhata Payoggata 中庸加行，或者是力行中道，也就是能够依随念自己的业而果。三业有三果，二业有二果。不会执持邪见，也就是无因见，或者是拒绝业果的这种心念。如果说有这些邪见的话，就不是属于中道。如果所谓中道，就是相信业果法则。此外，如果我们太执着终身执着东西的话，也不是属于重用加行，也不是中道。另外，不接受创造者，或者是创世者，我们是自己的创作的人。我们制造自己的业，我们的业制造我们，我们的业制造我们，我们制造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我们努力的话，就叫做重用加行，或者是力行中道。第五，Sarada Gaya Bukala Parivartanata。就是远离暴恶的人，比如说有虐待性质的，拿支持石头啊、棍棒来打架的。这一些人呢，是属于粗暴的人，叫做萨拉达嘎耶，也就是不应该接近任何没有慈悲、没有同情心、没有仁慈的人。而且我们要远离那些对自己的安全都有担忧的人。如果我们接近那些对安全本来就有担忧的人，我们就能平静，不能清安。我们也不应该接近那些行为不好的、很容易生气的，或者是恶语的、习惯恶语的人。如果说我们有这类的
朋友或同伴的话，我们的心很难平静，也不会有清安。所以这是很关键的，要有好的同伴。有时候这类人不需要我们的帮忙，虽然我们帮他，他也拒绝我们，或者是他们对我们，反而不开心，我们也不应该接近他们。第六，导致清安觉知升起的事情是巴萨达卡耶布卡拉谢文的啊，接近清净。生清安的人，这是很直接，也就是接近有同情心、同理心、慈悲的人，而且他们也这些人不会担心自己未来，不担心自己的秘密，他们也善于，他们的行为也很好。如果我们接近这种人，我们也。很容易升起欢喜心，很容易让心平静，让心清安。另外，最后一点，达达利姆达达，就是倾向于清安觉知的增长，或者是觉意清安觉知的增长。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清安心，有时候我们没有体验过所谓的清安。也许有些禅修者体验过什么是清安，尤其是当他们能够专注这个呼吸，很平稳专注过后，他的心跟这个所缘很协调，他们就体验到所谓的清安。那有了这种经验过后，其他人，或是我们听到这种经验过后，我们也会感到平静，也能够让心平稳。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应该倾向于清安，而且也对清安平静有兴趣，而且要紧急的培养起清安的情况，这也是。所谓觉意增长、清安觉知，另外是定觉知，是一种事情令定安觉知升起，定觉知升起。实际上，在定觉知升起的事情，我们之前在入定三巧里面已经谈过，但是现在我们再来谈这个定觉知，就像大家所知，定是由止禅的休息而来的。之前我们谈十种。入定三巧，就是第一，能够清洁的，保持内外事物的清洁，也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衣物啊、身体保持清洁，无论是身体，自己的身体是内，还有外在的环境，保持清洁，这个叫做 Vajra Visuddha，清洁内外事物。第二，Indriya Samatta，Patipadanata，这也是入定三巧有提到的，要平衡五根。第三，Nimitta Kusalata，意相三巧，就是禅修的相、印相三，能够三巧。针对这一点也提过，也就是要怎么去制造这个禅修的。像，如果是边禅，要知道怎么做这个边相，怎么去专注这个边禅的所缘。第二，就是 Lakkhana 的，怎么去保持注意这个禅修的相。第三，怎么能够培养起或者增长这个
就是修习这个禅修的相，在入定三巧里面，十种三巧都有提到。第四，什么也提的是巴格纳达。之前在谈十种入定三巧的时候，也是提到那时候达斯宾什么耶等等一段话来解说，但是这一边呢，只是三个字来简要的解说这个内容，就是适当的时候能够撤离心。这边我们谈的是觉知怎么能够增长。之前我们谈入定三巧，有简单来说，那现在是讲觉知的增长。那怎么了解呢？有时候当我们的定心力很弱的时候，我们要培养起责法觉知、清净觉知和喜觉知。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有遇到一个火堆很强烈的话，我们要灭火需要放水、放湿的东西等等才能够灭火。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火上加油的话，比如说放干的木材、干的叶的话，它的这把火就会更大、更猛烈。同样的，当我们的心很不活跃，或者是对禅修不感兴趣，精进力很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培养起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和喜觉知的时候，这是适时撤离心。第五。什么业绩的是你敢拿下？就是事实能够抑制心。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心太活跃，太有力量，太躁动，那时候呢就不适合培养责法觉知、净心觉知和喜觉知了。反而那时候是需要培养起清安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两组的差别，这两点的差别就是一丝撤离心和第五意志心，就看我们是什么情况，它是包含了七觉知的六个觉知。如果说我们心太活跃，那时候就是适合培养起清安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这个就是意志性的时候。第六，什么耶？Sambandha Sanatta，适时鼓励心，或是让心喜悦。那什么时候才是适合让心喜悦、鼓励的呢？有时候我们心不升起，没有任何兴趣。没有平静，或者是智慧很弱，我们的心将会对禅修没有兴趣。那时候我们就要省思守居士的事情，这也叫做 Sambandha Sanatta，通过鼓励让心喜悦。所以，就像之前谈过的，时不时我们的心还没有做好准备修行，有时候心没有信心，或者是没有力量。所以这边讲的 Sambandha Sanatta，通过鼓励，就是如果我们有很强的守居意识、很强的信心，将会让心升起这个喜悦。也就是之前在谈静静的时候，我们也提过，有总居意识的话，我们就会有力心力去做
谈到什么精进的事情，就是要行思，思而道老病死之苦，此生谋生之苦，未来投生恶趣之苦，过去轮回之苦。当能够醒思这八种悚惧思，我们就会升起悚惧意识。这个是事实的鼓励心。第七，什么耶阿丘贝格纳萨，上个星期其实也讲过，在十种安止三巧里边有这个内容，就是适当的时候能够令心平舍。在那个时候有谈到车夫的譬喻，比如说一辆马车被两只马所拉着，或者是更多的马，当两只马在很平衡的在拖着这辆车，或者是那时候车夫呢只需要看着这两头马，不需要做任何控制的工作，但是如果发生不正常的情况，某一只马不正它不是不跑，某一只马拖得不正不恰当，那时车夫就要做车要适当的控制。所以这边阿丘贝格纳达就是没有去干涉，也就是当我们心很和谐、很和谐的时候，就继续保持不做任何的干涉，这个叫做阿丘比卡纳达，保持平舍。第八，阿萨玛伊达博格拉巴里瓦加纳达，远离无盯者，这在培养觉知的时候都有提到。就是要远离那些无定者，就是那些对禅修没有兴趣的人，或者是不曾修习此禅的人。第九，Samaita Bhukala Sevanaka，接近清净有定者，心能够安止的人，心能够定下的人。通过接近这些人，我们将会受鼓励，会效仿他们的修习，所以我们应该接近这一类人。第十，加那伊摩卡巴加维克纳达，审视刹那和解脱。佛陀有说种八种定，或者是八种刹那。这八种禅呢，也叫做解脱八解脱。大力是叫 Vimokkha。佛陀用 Vimokkha 解脱这个字，用在很多部经。通常我们谈到 Vimokkha 解脱的时候，我们所了解就是涅槃，但是在原点里面呢，时不时这个 Vimokkha 这个解脱，这个是支持禅那。第十一，Tadadimu Tada，觉意是，也就是觉意增长定觉知。如果我们有很强烈的意志，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想要体证禅那的话，这叫做达达利木达达，觉一增长定觉智了。简言之，当我们谈到定力的时候，它也包括禅那；当我们谈定学，包括定力，包括禅那和定行定。所以，当我们谈到定觉智的时候，此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禅修。最后一个觉知是舍觉知，
舍这边的舍觉知这边的舍，我们需要稍微讲解。舍的意思是没有贪和没有爱和恨，这也是舍。尤其是当我们谈到四种帮助，慈悲喜舍。这四种帮助，当我们谈这边的舍的时候，舍帮助的舍，施帮助的时候的舍帮助，施心没有了他，没有这个爱和恨。但是有时候我们有这个舍受，这个又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了乐受或是苦受，也就是心没有。可意，舒适和不舒适，没有快乐和忧愁也是舍。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我们对众生、对所缘都有这种舍心。一般我们面对大部分的所缘，都是属于中舍的，但是有时候看到可意所缘，我们就会升起快乐，遇到不可意的时候呢，心就不开心。但是，虽然很多种舍，但是呢，这边要谈的舍是舍觉知的舍，也就是要让我们的心保持中庸，没有脱离爱和恨的态度，没有脱离执取也是中庸的干扰，所以这边提到五种事情能够令舍觉知升起，是哪五种呢？第一，Sattamajjatata，Satta 是指有情众生，也就是对众生保持中庸，这也是很重要。其实不容易对众生保持中庸，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我们所爱的人，也有我们所讨厌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遇到不同的人，大部分人我们会对他们中庸，这没有问题。但是当遇到比如说受苦的众生，我们会觉得对的。很不开心，当我们看到很快乐的人，我们很快乐众生，我们也会随着开心。这个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常见的，所以要能够保持对众生都中庸的话，至少我们要有智业知，就是他有他的业，我有我的业。如果说我们的业是好，我们就可以体验到好的果。此外，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了对众生保持中庸，也就是能够了解究竟法，知道这些都是名色法，没有男女人我等等。当有这种理解过后，这种智慧过后，或者知识过后，我们就能够对有情众生保持中庸。只要我们有这个众生想的这个概念，我们就很难保持中庸。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培养起这种强烈的中庸，我们必须能够辨识到，彻底的辨识到究竟法，就是明法、色法、触、十二处、十八界。如果我们能够辨识到这一些究竟法，为运处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众生保持中庸，不然的话就不容易做到。那阿罗汉们呢？大部分阿罗汉对众生或者是没有生命的众生都能够保持中庸，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观知。当他们看到可依所缘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转念成为不可依的所缘。不止如此，当他们看到不可依所缘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转念成可依所缘。比方有生命的众生，或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当看到可依的话，他们可以休息不清观，结果变成不可依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所缘就变成没有所谓可依的。比如说，如果说看到一些东西，他们只会辨识到它是四大，所以阿拉汉呢，无论对有生命、没生命的东西，都能够保持很强的用用心。但是作为凡夫的我们，我们需要通过修习观察来培养起中庸，或者是需要由自业智才能够培养起这个中庸。我们有的选择就这两个。第二种事情导致舍觉知，就是 sankhara majjatata，对于住行保持中庸。这边讲的住持是指非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也是很常见的。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有图画、图像。有电子的东西，书本，有很多这些没生命的物质的东西。这边讲的 sankhara，所谓的住行，也就是当我们去醒思这些东西的无常心智，也就是终有一天它们将会毁坏，自然的被毁坏。如果我们能够如此醒思，我们对这些东西将会少执着，多中用，多中用。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它是呢暂时借用的东西，就像我所了解的，其实我们在人间只是一位访客。最终有一天，我们将会回家，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家是哪一个，也许是天阶，可以是梵天阶，或者是十二趣。所以，在此生人间，我们只是一位访客。同样的，在那个我们所体验的，就是我们短暂体验的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最终他们将会离开我们。今天是我们的东西，明天可能也许是垃圾了。我们只是暂时拥有它几分钟或者一段时间。如果有如此的了解，我们对非没有生命的东西就不会升起执着，会多一点中庸。这叫做 sankhara majjatata，对诸行持中庸态度。第三，sattva sankhara。Gelayana Pukkala Parivartanatta，这边就提到了 Satta 就是有情众生，Sankhara 是行，也就是远离这一些对众生或者是诸行很多执着的人。比如说，也就是说，我们也有我们喜爱的人。在清净道论或是他的依住，同样的，在大念住经的依住里面也有提到，这个 gelayana 执取就是爱着，比如说一些上座比丘，也许他有他的弟子，他也许很喜爱他的徒弟。当别人教他的徒弟、他的弟子去做这做那的时候，他就会防止，
指示的人，他说不要叫我的这个徒弟做这个做那个，他们会很累。当升起这种心，这种爱着的心，叫做 gelayana。这是比丘的例子，同样的，在斋家生活里边也是，如果对孩子，如果大家不想孩子太累，就会很宠爱，因为这也是正常，没有家长是希望孩子疲累的，这也叫做给拉人呐，不想他们。啊，其实应该让他们去努力去做。他们自己才会了解自己的生活，这叫做 satta gelayana 叫做爱着终身。这是有生命的对象，没有生命的东西呢？比如说，这个叫做 sankhara 的这个爱着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比如喜欢的图画，喜欢的食物。我喜欢的电脑啊、手机啊等等，或者是任何电子的东西，或者是任何的物质，乃至一朵花，乃至那个蜡烛啊等等，任何物质的东西，我们喜欢、我们喜好的，如果别人去碰触它，我们心就感觉到不大开心。如果身体这种反应的，就是执着，就是爱着，叫做 sankhara gelayana 对形的执着。如果我们接近这种人，我们就很难保持中庸。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培养起强烈的中庸能力，我们就应该远离这种爱着。有情终身，或者爱着有命，有生命，或者没生命的东西。第四，Satta Sankara Majjata Pokkala Sevanatta。清净，能够中庸看待有生命和没生命的东西的人。这个跟之前的第三相反，第三跟第四是相反的内容。有一些人，他的心对有情众生、有命的众生都能够保持很自然，因为他们有比较多的中庸心，因为他们知道业果，有业果知。比如说阿罗汉呢，他们对有无论有生命没生命的，他们都不会执取，他们。有更强的中庸心来看待一切。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朋友、这种同伴，也就是队友，无论有生命没生命的东西，都能够保持中庸自然的话，我们应该接近他们。第五，达达利姆达达，倾向于增长舍觉知。就是时常觉意增长舍弃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每一天每时培养的觉知，就看情况而定。针对这一些觉知，我们需要知道，在巴利呢叫做觉知，巴利是波江嘎。波地是觉，安嘎是之分，所以波江嘎觉知是什么呢？波江嘎波地和安嘎，波地这个所谓觉呢，是指生地，也就是觉知是了体证是生地的因，所以叫做觉知。所以，当波利安嘎波江嘎，当我们讲觉的话，另外一个意思是指觉醒。
也就是当我们从梦中，在烦恼中醒来的觉醒，就是从这个睡眠中醒来，从烦恼的睡眠中醒来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觉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烦恼中醒觉了，从烦恼的这个夜梦中醒来，这是觉。所以呢，这七种就是能够导致从梦中烦恼梦中醒来的，所以叫觉知。所以，另外 body 是能够体证四圣谛的数字。啊，对不起。那如果说我们有培养，我们修习四圣谛，我们就有这个四圣谛，这个四圣谛的数字。当我们培养修学觉知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够培养起四圣谛的数字，所以呢，它叫做觉知。另外，佛陀呢，鼓励他的弟子们培养起七觉知，这在很多原点里面都会提到。比如说，相应部就有觉知相应，里边就有提到很多经典是谈觉知的。另外，佛陀也提到，当比丘们受戒过后，他培养七觉知，而且是一无欲离远，无欲离远离来修，然后这一些在相应部里面很多经典都有提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持戒来培养觉知。觉知是由独处来的，由远离来的，由无欲而来的，由灭来的，一无欲，一离一灭而来的，这叫做觉知。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讨论完七觉知，下个星期我们将继续讨论禅那，将会是一个很重的课题。我们应该要知道真正什么是禅那，应该怎么修习，怎么去体验禅那。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解说了10种安止三巧，安止的这些技巧。和三巧，作为禅修者呢，我们需要学习任何我们禅修上所需要的知识。今天的内容可能对听者来说比较难理解，比较重。老师一下子讲这么多。老师，与其把它分成跟 C 的来说，老师只是简要跟大家解说。只要当大家能够了解日常生活中可以修习，就很好用。所以愿大家能够修习着戒定慧三学，以此能够体证最终苦的清晰。针对在其他位移。修习正念的话，除了坐这个位移，我们需要专注禅修所缘，比如说入处习念，那是否其他所缘也是可以呢？老师回答说，什么讲呀？就是真知这个训练，应该时常保持同一个。禅修所缘，也就是比如说坐的时候是注意气息，那是站的时候、走的时候、卧的时候
都同时都是注意同一个手，也会更有利益。第二个问题，当我们需要做一些东西是需要很专注的，比如说在切水果，那我们是否应该专注这个行动呢？还是需要专注我们业处？老师说，如果是危险的工作的话，你应该要正念你所做的，而不是注意你的行动。你甚至可以做一些念诵啊，或者是意念。其实意念佛陀，其实老师不是建议专注你的行动。第三，40种业处。如果说他比较特别喜欢一个业处，比如说即止随念，那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如果他比较正念这个所缘，是否可以？但是他主要禅修时间不是这个，是可以吗？老师回答说，即止随念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知道涅槃的数字，这个就没问题。如果说禅修上主要的业处，应该选比较容易的。针对于转换业处，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心很纳闷、很不想禅修，那时候你可以暂时改换所缘。比如说要培养喜觉知的话，你可以转换成佛随念啊、法随念啊，任何随念让心平静快乐，然后再回来你的主要禅修业处。所以时不时你可以稍微转换你的禅修目标。来给自己回复自己禅修的力量，力量回复够，你再专注你的主要禅修所缘。另外一个问题，下的，当一个人已经能够时常都休息自在，那他是否可以直接进入时常而不经过一二三禅呢？老师回答说，需要系统的经禅呢。能够循序渐进的一二三四禅没有捷径的，但是呢，如果那些已经修习了14意性法的话，他就可以越过任何禅难了，这个是例外。第二问题是，在清净道论里提到骨髓是白的，这个皮的颜色是蓝色，这个是翻译的错误吗？为什么这个颜色是这样的？老师回答说：“也许这个骨髓，我们所了解的骨髓，跟这个医术师所了解的骨髓可能不一样。然后讲到皮是蓝色，这个也许是翻译的问题。老师开始给外国人禅修报告的时候，谈到。”这个尼拉卡西纳黑便，老师他们外国人认为是蓝色的便，老师第一次听这个翻译成蓝色，所以巴利语尼拉，外国人翻译成蓝色，其实它是黑色。第三，问题第三是天人，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三十二身份。为什么他们还可以修习入处习念呢？天界的人他们还有呼吸啊，他们不能修习三十二身份跟气息不一样，因为他们还需要呼吸来存活，所以呢，天人还可以修习入处习念。西雅多。李静霞的，他有很多爱心是错误的吗？这个爱心是否会杀了我？老师回答说，就看你的是什么爱心。有时候是慈悲，
慈悲就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对任何人慈悲。第二就是能够平等的，对一切众生都很慈悲，这个是爱，这种爱叫慈悲，就不会害自己。但是如果说对某一个人很多直取的话，这个就危险了，对自己也就有害了。就看你有哪一种爱。尊敬的夏多，当对佛法没有信心时，该怎么做更好？沙都沙都沙都。如果非佛教徒不能做任何东西，但是佛教徒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应多一点谨思佛陀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当我们知道它的价值，我们就会有信心了。第二个问题，西雅多提到，远离没有定力的人，没有定的人，而亲近有定的人。在寺院呢，我们遇到一些禅修者，他们都会排斥依他们的禅啊，或者是观知来排斥其他人，他们会去批评这些没有禅啊。直观的人呢是比较低等级的，让他们只是去主持和做布施给比丘们。所以针对这一点呢、啊，应该以怎么才是正确的了解，而保持一个平衡的心去对待禅修者，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进步的禅修者。老师回答说，这个是个人的问题。当遇到这种人呢、啊？有这种态度，即使他们有体征的话，我们应该远离他。我们不能说有体征没体征而评审他们是等级。虽然这类人有定力，但是呢，他们却是属于给啦人那的人，也就是会太爱着自己的意愿。所以这一类人呢，即使他有定力，也不应该接近他。这边针对他的了解，有时候法跟人是有差有不同的。人呢是人，法是真理，但是人呢，他的性格会改变。有时候我们接收这个法，但是呢，我们怎么接受这个法？而我们接受这个法态度就会有不一样了，你不一样的性格就会升起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呢，通过了解他的性格，这个就不是法了。尊敬的夏朵，李静老师，40种紫禅业处，一般以概念法为所缘才能证得禅那，这样讲对吗？如果对的，为何以概念法为所缘才能证得禅那？第二，以究竟法为所缘只能证得净行定，例如佛随念等，这样讲对吗？如果对的，为何以究竟法为所缘只能证净行定？沙都沙都沙都。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了解两点：这个究竟法是很深。很难理解的，比如说这边讲的佛随念，老师之前已经谈过，比如说阿拉汉是解脱烦恼的，针对这一句话，阿拉汉是指解脱烦恼者。那烦恼，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烦恼，烦恼是有贪嗔痴慢疑等等，有很多种烦恼。所以如果根据心所的话，总共有10种烦恼，究竟是哪一个烦恼呢？是阿罗汉远离的呢？啊，比如说离开贪，脱离贪的。那如果只是贪，还有很多种贪，所以呢，从这一点上就知道这个法是很深的。所以当取究竟法为所缘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太深太广了，所以就不能体证禅了。但是呢，如果
以该念法为所缘呢，因为没有那么深广，所以就可以提真禅那。尊敬的悉阿多，请问四无边定和非想非非想出定也是以究竟法为所缘，但是却能够证得禅定，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究竟法是观禅所缘，此时慧强止弱，而且究竟法心心所设法升起即灭去，所缘如果一直生灭，没办法入禅那，最多只能证得进行定，是吗？这一个问题，第三老师已经回答过了。实无边出和非想非非想出，虽然他们以究竟法为所言，但是不是给初学者的。在之前老师已经分析过，已经分类过各种不同的禅那，叫做阿迪嘎米嘎，是指给，不是给初学者的，是给有经验者的久学者的，所以他们就可以提真禅那了。而且针对这种禅那，那时候不是去作依他的生灭，只是作依他的心识，就看我们的所作依的对象。即使比如说，即使我们看到他的色聚，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不会叫禅修者看他的生灭的，不然的话不能维持辨识到他的色聚，看到他的色聚。同样的，在这些无色定里面的，如果修止定止禅的时候，那没有让禅修者就没有让禅修者去看到生灭，只是让他专注他的这个实，就是取空无边处的这个实为所缘，就是很单纯的知道这个实，没有去看到的生灭无常苦。一般以概念法为所缘才能证得禅那，因为概念法归非观禅所缘，所以慧弱，寻视等无常之强，也就是此时慧弱止强，又因为所缘不变。例如入出习念所缘是呼吸，虽然呼吸入出出气，但后面为习气息几乎不动，此时慧弱止强，所以一般以概念法为所缘才能证得禅那，这样理解对吗？沙都沙都沙都，这样的理解是危险的，要很小心。老师回答过，我们要平衡五根，如果其中一根是弱的话，其他就很难操作。当体真禅那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平衡所有的五根，如果不能平衡的话，就会掉入有分，就是也许会像是这个进行定。所以这边要了解，不是所谓慧弱止强，此强此弱慧强，它是看那个修习的心智。如果你认为是慧弱或是此强的话，这个就跟之前讲的五根，这平衡五根的这个说法有冲突了，这个就不能入定的。所以这种了解这个问题的这种了解方式是危险的。止禅是止禅，观禅是观禅。所以有时候人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老师会反问他，为什么你会投身为人呢？也许你会回答说，很自然的，因为是因果关系嘛。同样的，在这一点呢，当我们谈到禅那的时候，应该讨论的是那个三巧。禅那是由三巧而来，三巧从哪里来呢？三巧是从智慧而来，所以呢，不能说经禅那是慧弱的。尊敬的悉阿多，顶礼老师，修入除心念，必须一定要专注触点部位的呼吸吗？如果专注鼻孔内中空的呼吸，可以吗？沙都沙都沙都。
在这一点要了解三点，清音道论有提到，接下来我们谈入秋十念这个业处的时候会解说，禅修者要知道入习、出习和出点，禅修者知道其中一个就正确了。希尔多在边禅的修习，让这个禅香在心中升起，而且很快明亮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能够很快、很善巧的入禅呢？这一点，来这个问题，我们有提到这个热、行道、速通达等等，就看我们的情况。我们谈到四种情况嘛，这个苦行道、慢行者、速行道、速通达等等，有四种情况。这要看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恰当的环境，有没有障碍，比如说十种障碍，如果有十种障碍，或者是没有适宜的情况，就不容易很好进步。另外，如果我们不能平衡五根，或是有很多执着，无论对有生命没生命的对象都执着，或者是不尊敬，不恭敬止禅，这一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不容易进步，所以有很多这种诸缘可以影响我们的禅修，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温习之前老师讲过关于四种行道和通达的解说。尊敬的夏多李静老师，入定善巧中的余相善巧，就修入除心念而言，请老师详细解释余相善巧。沙都沙都沙都。那我们谈到，余相善巧，首先第一是制造这个相，这一点在入趣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自然的呼吸。自然的专注呼吸，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自然，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这个就不能好好专注余相三巧了。所以第一个余相三巧呢，就是能够保持自然注意呼吸。当接下来谈到出习念的时候，老师也会引去很多无碍解道的解说，比如说无碍解道谈到有十三种这个杂染，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入出行念的杂染的话，就可以能够专注一项。第二呢，修习一项三条的修习三条，入出行念的话，一要知道怎么去继续专注，第二、第三呢，怎么去保持专注。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慢慢的培养这个专注，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要懂得怎么三巧的培养这种专注。第三呢，怎么维三巧维持三巧？如果说我们不懂得维持的话，我们修再多也是没有意思。所以，就像之前讲的，如果我们能够很自然的专注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操作太多，如果我们用太多的努力，它也就会更影响。所以简要来说，一相三巧就是要一制造相的时候要自然，就是注意相，注意呼吸的时候要自然。第二，修习三巧就是要慢慢增长这个专注的时间。第三，维持三巧就是要懂得维持这种技巧来专注。尊敬的夏朵李静尊者，请教供养四字具之饮食之具，可以供养僧团饮食吗？
如果支具转葬到禅林，今人会如何处理这僧团饮食支具呢？沙都沙都沙都。这边讲的净人不能说一位嘎比亚，一位净人。如果说你这个是这个支具是供养给食物的，那时候呢，可能报告给净人的办公室，他们会净人呢就会安排，然后准备食物给僧众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那还要了解什么呢？尊敬的悉阿多，顶礼老师，就修入出行念而言，责法觉知包括什么内容？责法的法对应修入出行念时，法包括哪些内容？沙都沙都沙都。当我们谈到责法觉知在入出行念的时候，第一，比如说需要问不清楚的内容，比如说入出习念，针对入出习念的修习，哪一个点你是不清楚的，你就要提问。有的询问，关于运出界等等的这些法，所以针对这一点呢，是问关于入出习念的修习，不是其他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保持内外清净啊，平衡五根啊，这些都是一般的。所以针对这边的责法觉知，如果入出习念的话，要问关于入出习念不明白的问题。尊敬的悉阿多，李静老师，观等一下好吗？等一下好吗？刚才还没有问完。所以他说针对执法觉知这边的法呢，是指入出习念，也就是入出习念不明白的地方，你不明白的究竟是哪一个不明白的，你问。尊敬的悉阿多，李静老师，观智和智业智令舍觉知升起，舍觉知的舍和行舍智的舍区别和相同点是什么？沙都沙都沙都。老师回答说，行舍是对诸行的舍中容，也就是对运出界等等的观知的舍。那觉知里面的舍觉知呢，的舍呢，是指知业知。针对这一点，可以针对这一点的解说，可以在缘起，或者是对于这个缘色受制里边谈到。也就是缘起或者是缘色受知呢，是属于智业智这个阶段，然后更高的阶段是行舍智的阶段，是不同的阶段。尊敬的悉阿多，李静老师，舍觉知对诸行保持中庸，诸行指名色法、五蕴法、缘起之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吗？还是指无生命的外在的时节，如物品等，才属于此次说的诸行吗？沙都沙都沙都。老师回答说，当在培养取舍觉知的时候，应该看自己的情况。这边讲的行是指非生命的东西，
当此非生灵的东西的时候，不要想无常苦我，或者是任何生灭的东西，只要很单纯的了解，有生命为生，没生命的东西就好了。因为这边是提到是舍觉知的培养，不是修学，不是持观禅。但是如果正在修，真的在修观禅的时候，要培养舍觉知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究竟法或者生灭了。但是在修学止观的时候呢，提起舍觉知的培养呢，就要更单纯的去了解。尊敬的夏朵李静老师，七觉知是成就四圣地的因，成就四圣地的因还有哪一些？沙都沙都沙都。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八正道也是啊，可也是成为四圣第一的因，三学也是，七清净也是。虽然我们给不同的名字，但是这些都是导向涅槃的体征。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李静老师是。如果阿难尊者是不被摩罗所影响 而要求佛陀能够住世久一点，究竟如果通过这个要求佛陀可以住世多久呢？老师回答说是阿尤嘎巴，就是一个接受阿尤嘎巴，就是一寿劫，一寿劫就是针对那时候的人的寿命，比如说100岁或者是超过100岁，所以如果佛陀答应住世的话，可能就到100岁或者是超过100岁。就像巴古拉尊者，他活了160岁，所以没有超过200岁。至少可以超过100岁，如果佛陀答应诸事的话。尊敬的夏朵李静尊者，这个问过了。问过了。夏朵，一些禅修老师对禅修者的心很敏感，但是老师还没有这个读心的能力。那除了这个他心通，有没有其他原因可以允许，可以让老师有这种对禅修者心的敏感度呢？其实有时候是可以猜到他们的情况，比如说互动很久了，或是教导了很久了，也许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报告，为什么这么说。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很多种禅修的这个技巧，乃至在一坐的里边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禅修方式。所以老师来禅林之前呢，他也知道很多禅修方法嘛。所以当禅修者，当一些禅修者报告关于身体的状态很多，老师也知道为什么。那有些禅修者讲关于心态的问题很多，老师也知道为什么他讲，为什么呢？通过学习，他就可以了解这些了，这也会增长这个敏感度。李静霞都，当我禅修的时候，入出息念专注的时候，大概45分钟，我感到心脏部位很痛，那是应该专注这些。注意他的心，然后再回来注意这个呼吸，那他的这个通感更强。那时候他就坐一无常，
当他如此做的时候，这个痛感又回来气息，但是他忍耐着，然后去做一，就是痛痛痛，大概30分钟，结果他看到这个痛感减少，功又回来气息了。那他这种休息入出心的方式正确吗？老师回答说，当您休息入出心念的时候，那应该只是入出心念的所缘，不要掺杂其他的。入出心念应该很单纯很自然。入出心念有一个指示，就是不要跟随气息入身体，也不要跟出息离开身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让追随呼吸进去身体，也不要离开身体，只是保持在一段专注。这我们要以这种方式了解入出息念。晓得，在禅那心路过程，初禅到三禅，这个瑜坐到总性有34种明法。但是呢，思禅呢，这个进行瑜坐变坐到总心呢，只是33种明法。老师请解说，为什么思禅33种明法罢了？老师回答说，即使在进行定，思禅的进行定，思禅虽然乐已经排除。所以这有33种明法，但是其他的心所呢，是需要进到禅那的心时，才可以排除其他的禅知。所以思禅呢，虽然是舍，所以它没有喜跟乐。假的，如果一位比丘叫下列去洗他的用过的这个枕头袋和这个棉被，因为他没有时间，那下列应该怎么做呢？这位比丘不是他的老师，老师说这也是问题。其他东西没有问题，如果他洗的话，如果袈裟的话，他不应该叫人其他人洗。是啊，的，因为比丘可以要求或者是建议在家人或者是经人去成立这个筹款团队来收来为寺院筹这个建筑基金吗？老师说不能教他们筹款，但是他们可以教他们成立这个组织，但是不能教他们去筹款。尊敬的贤多礼敬尊者，抱歉刚才听得不是很明白，请问可以供养僧团饮食吗？沙都沙都沙都就是看哪一个寺院如果你要供养那个寺院僧团，你要看他们是否那个寺院的经人或者是寺院可以不可以安排供养僧团呢？老师不能直接回答。李静老师，李静小的，当老师提到舍的话，舍针对这两种东西，一个是有情，一个是行，巴利是桑卡拉，但是他所知道的桑卡拉是五蕴，而一切行是指无常等等，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桑卡拉这个行啊，是不只是指明法吗？还是包括东西？是不是？老师回答说，要看哪一个语境。尊敬的悉阿多，礼敬悉阿多，心敏锐者之间是否可以通过意门进行交流，而不是身表和语表？感恩沙都沙都沙都。
老师回答说，不建议这么做。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不要去听他的这些人的教法，要很小心面对他们。Eda vadaja amehi sambadam bunya sambadam sabbe deva numodandu sabbe buddha numodandu sabbe sadda numodandu sabba sambadhi siddhiya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me punyam nibbana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sadanam bhajami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